嗯，晚安。五，晚安。你醒了，晚安。重放我的歌，你醒了，晚安。大家晚安，谢谢，谢谢我宝贝送的健身卡，谢谢。大家晚安，辛苦了一整天，大家晚安。大家吃饱了？这种时间应该已经吃过晚餐之类的吧，吃饱了吧？我吃很饱，谢谢蔡亚马逊怂丛林上的 kiss 啾啾，谢谢。嗯，吃啊，水哦，有吃就好。我在关心你们，你看我多佛，这么关心我的观众们吃饱没？感觉跟大家蛮久没聊了这几天。可是明天我还有直播，明天的下午，我明天很神奇的在假日下午开的，我明天开下午的3:30，好像是，我每周忘记，4:30，对，豆皮今天生日会超显眼，对，我等一下跟你们讲生日会的事情，虽然我没去，可是就是略有耳闻这样子，包括就是他们今天吃了 wasabi。泡芙是吗？他们今天不是去抽那个什么救急泡芙，然后就豆皮吃到那个 wasabi 泡芙，笑死！我也没去，没关系，我可以跟你们报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Lolly 晚上好，谢谢米家乐分享直播间，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大恩大德，谢谢各位大德。豆皮知道哎，太刚好。噗噗，伯姐晚安，安度噗噗。谢谢分享直播间，谢谢，嗯，谢谢 Lolly 的 Love You， 谢谢 Love You， 算不算有什么 Love You 可以给我们看 ？Oh my， 尴尬。中立小五晚上好 ，Oscar 晚上好，谢谢你们的 Sunshine， 今天也有爱心，对，今天是爱心博，可是有点曝光。爱心果，可我觉得画太小，显得我脸有点肥。空邦哇，谢谢博婷分享直播间。豆皮站错人旁边，嘉玉比他高太多，可是他年纪比嘉玉还大哎。我跟你讲，晨晨都比他高，所以你这一点没关系。他站谁旁边效果应该都差不多。有人今天有去生日会的吗？远见的生日会吗？谢夜雨苍神晚上好，手滑哥晚上好，手滑哥今天有去生日会，是哦，那我可以一边讲我知道的，然后你可以一边帮我看我们讲错了。听说他们今天是不是吃了那个？他们今天是不是吃了那个地狱泡芙？就是那个闪电泡芙，然后是一个是 wasabi， 一个是抹茶。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以讲多少，所以我要先看一下你们知道多少。可恶，我超想推嘉玉，不行，你只能推我，请你放弃。不准，你们谁都不准推，请推我。我喜欢抹茶，没有，我们在讲那个今天生日会那个泡芙。你知道那个泡芙就是有一半是好像有一半是抹茶，然后有另一半是瓦萨比，然后好像分不太出来。没吃到布丁味的泡芙。哦，还有喂泡芙这种情节哦！但我的傻眼翘起来了，你在捂眼，给点力好吗？交代，好，谢谢。有，哦，那你们对，那你们看他们的蛋糕吗？他们的生日蛋糕，抽人上去，我还是就算去生日会，还是会推柏林的。谢谢柏婷。这么贵是同为博的好兄弟，抽上去，抽人上去被喂，好好，我也想被抽。我等一下广告无言。小爱，
柏林，我最近得忧郁症了，因为都看不到你，我来治好你，我是你的解药，所以我今天有画一颗爱心在这边，我是你的解药，对，算是爱心有点小，我现在我刚画完我还觉得蛮大颗，然后就我照了荧幕发现有点小，它就有这样子，谢谢那奖的枫叶，为瓦萨比的泡芙吗？我可以为你们瓦萨比的泡芙。全家买抹茶面包上面超好哦，我吃他们那个抹茶菠萝，我觉得超好吃的，可是很甜，就它上面还有砂糖，我真的觉得有点太甜了，会糖尿病。今天只看课长，谢谢 Jack， 非常的一个 happy。你可以叫林杰星喂你吃，不要，感觉他就喂给我 wasabi 的，不用抽，感觉他就会喂 wasabi 给我。谢谢谢谢手滑哥的健身卡，黄金健身卡，所以叫我赶快健身吗？我要赶快，对，我最近又胖了，我要有体脂危机，我就拿这些健身会员卡可以去办好几个小时。最近有出抹茶薄饼，我跟同事说好吃，你们大家喜欢吃抹茶吗？谢谢手滑哥的好多健身卡，谢谢，然后谢谢娜讲的勇气。哦，谢谢手滑哥的健身卡，谢谢，开心，我开心到我的画布都要掉了。对啊，抹茶不错啊，我还蛮喜欢抹茶的，谢谢，小爱 love you， 谢谢手滑哥健身卡，谢谢，欢迎北刀千翠，我可看复仇者联盟4吗？我昨天刚看，你知道我昨天几点看吗？我昨天因为复仇者是不是很那个嘛，就是很多人那个很多就很抢很多人抢位置，然后跟抢票，就是反正就是卖很空，对，然后而且还比较贵，因为这部片3个小时。对，健身一下，谢谢手滑哥，我健身一下，谢谢手滑哥的健身卡。就是他的那个复仇者联盟4不是就是3个小时嘛，然后你知道他还要每张票再加20块吗？哦 ，Oh my god， 然后。我去买晚上9点10点的时段竟然没有，就他唯一有的时段就是哦，谢谢 Jewel 的追踪，谢谢，然后就是他唯一有的时段就是12点40分晚上半夜12点40分看电影，然后我跟我朋友又住蛮近的，然后就是我跟我朋友住蛮近，我就觉得说好吧，我们该挑战人生第一次午夜场了，然后就我们就去买12点40分电影，然后我们看到早上，看到凌晨4点嘛，你知道我人生第一次看那么晚电影吗？有够强，看到4点，你知道就是因为我就是带，因为我其实是先回家，我们先回家睡觉，我们两个睡了2小时吧，就8点多睡到差不多9点10点，然后我们就没有化妆，就我们就梳洗，然后吃一下东西，然后我们12点就到那个电影院门口，然后我们就进去，然后看，然后可我还是觉得就是看到4点是一个很强的事情，你知道，因为它很多那种特效。然后看到最后1小时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打，真的啪啪啪，然后就很多那个特效，然后我就觉得我眼睛很花，就一直，我戴隐形眼镜，我觉得眼睛超干。然后后面还一堆人哭，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哭不出来呢，我是个看电影很不容易哭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不哭好像哪里不对劲，所以我后来就是装哭一下。我旁边的哭超惨，旁边一对情侣，超多情侣去看，真的有个碍眼的。不爆哭，对啊，看完以后眼睛充满血丝，对，就是我觉得我眼睛超缺氧的，然后我回到家以后把那个隐形眼镜拔掉，然后我就洗个脸，我就直接倒在床上睡到今天，我今天才睡过头，我爆哭，礼貌哭，我就只要吸一下鼻子，对，这样，因为你知道整个电影院充满了吸鼻声。一直进出上厕所的人超多超长，因为三小时那么长，感觉大家都，而且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喝了一杯水，一瓶水，所以我觉得我会想上厕所，结果其实没有想上厕所的感觉，真的超多人去上厕所了。我已经心得超多情侣去看，好碍眼，真的超碍眼，请消失，我真的很想他们抱在一起看，我真的想拿手电筒照他们再抱，笑死波姐好凶，没有，就是来自。实力单身的怨恨，我都靠一直吃爆米花，我都没有吃爆米花，因为我就他加那20块，害我没有钱可以买爆米花。
求放过单身狗。对啊，可以放过我们吗？我们只想看一部电影。吃地板爆米花，你还记得那个超尴尬？对，我只能捡地上的爆米花吃，吃隔壁的、啊。哦，然后你知道超好笑，就是那间电影院。我们那间店员他的那个扶手，中间的扶手就是都是拉起来的，然后你坐下来要自己拉下来。然后我跟我朋友之间，我就把它拉下来，因为我要靠着。然后就有另一边跟陌生的一个女生，就隔壁是一对情侣，然后女生就坐我旁边。然后我们两个之间的扶手我就忘记拉下来。然后那个女的好像也没有意识到没有扶手这件事情，因为她都靠她男朋友。后来她回来要就啊，我都靠着我朋友。然后后来就是她看到电影看到一半想要靠另一边，可是她背很酸嘛，不然就是她受不了她男朋友了，然后她就。把手放下来，然后他就拍到我屁股一下，然后就超大力了。然后我那时候看我朋友，我想说什么状况，然后超尴尬。然后我就想说，我这时候要不要把扶手放下来？因为很尴尬。我想说，可是他如果我现在把扶手放下来，他会不会觉得是因为刚刚的事情，所以我要把扶手放下来？然后我想想算了，如果他拍第二次我再放下来好了，因为拍第二次应该就是故意的，是色狼吧？应该不是，我觉得他是不小心的，而且他后面哭超惨的。就是看到后面他哭超惨的，怎么拍他屁股？就是他靠在他朋友身上，我模拟一下，他就靠在男朋友身上，哦，我差点事故，他这样子，然后他就要回来，然后他手上放下来，然后这样打了一下，因为没有扶手，他以为有扶手，他要把手放在扶手上，啊，我屁股在扶手下面，然后没有扶手，所以他就直接打下去，而且还超大力的，然后我就很想笑，可是又不能笑，拍屁卷交出来，对啊，哎、欸，拍屁卷能卖啊，傻眼。对，我真的当场应该转过去跟他说拍屁卷。像温凯来到香港跟粉丝玩传说对决，传说对决不是在跟国外的也可以玩啊，在台湾也可以跟国外的玩啊。你们看你们可不可以下次遇到我？我也想去香港跟粉丝玩传说对决，感觉还蛮好玩的。是不是不要被我雷到就好，我觉得我可能会雷到你们。但是看电影被拍屁股，不是？对啊，半夜、欸、你要疗愈一下我的心灵啊！我半夜两点，然后去看电影，然后头超昏的，然后还被人家打屁股，还被陌生人打一下屁股。要进入屁股话题了，没关系，我们是深夜台，没有什么不能讲的。不过超好笑，我跟你讲超好笑，我当时在跟我隔壁的朋友讲，我朋友笑到快病鬼。然后我们不能太大声，因为讲太大声，那个女生会发现。因为他自从打到我屁股以后，他就一直回头看我，就是好像在确认我有没有感觉到。可是那个怎么说都会有感觉，因为超大力，他大概这么大力吧，这样子，然后就是有啪一声，然后我还抖一下，因为我吓到，还装没事，一定要装没事啊，不然很尴尬。我都装没事哎、欸，我被打那么用力，我都装没事了，他也有实力装没事。对，我吓一跳，因为。当然抖一下，你知道就是你在看电影都看一看，谁会？你怎么可能会预料到突然会有人打你屁股？而且他们开场都还超吵的。虽然我是不介意别人在看电影的时候讲话，有些人好像会对这个蛮反感，对不对？就是看电影的时候，然后旁边的人在聊天。像母堂的要。警察婆婆会来找你，然后偷打婆婆，后来说对不起嘛，他没有，可是我觉得他说对不起我会更尴尬，所以请他还是别讲好了，他讲了我会更那个，我觉得干扰到看电影会火大，对啊，果然还是有些人会在意，对不对？大部分人都会在意，我觉得要看是什么电影，如果是好笑的电影的话，有人在旁边讨论，我觉得还 OK， 可是如果是那种需要专心的电影，然后有人在旁边一直吵，我会觉得很烦。或者是需要那个融入情绪的时候，就是通常看电影都会跟心情都会跟电影里面主角就是想办法在同一个频道上面，就是会换做自己的，如果万一是自己发生这种事会怎么想之类，然后就会很融入那个剧情，然后突然有人在旁边讲话，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一下被拉回现实。我比较讨厌看电影的时候有人在后面踢我椅子。我会觉得很烦，就是脚太长，然后就一直踢到椅子，然后我就饿。谢谢小爱分享直播间，没说对不是？
我花一场300块钱来看电影，听他解说，对，真的。然后就是不要在，最好是不要在电影院里有剧透。传说台服跟港澳玩家连线，对啊，台服可以跟港澳玩家连线。我常在玩传说遇到香港人，就遇到一群香港人在聊天，对不起，没礼貌。梯子超长，真的啊，就是脚太长。可是你知道，就是我昨天去看那个电影院啊，它就是落差很高，就是椅子跟椅子的落差很高，所以我在翘脚，然后我脚会很酸，我就想换脚，可是我都很小心，不要踢到前面那个人头，就是脚跟前面的人头是平行的，就是它落差很高，然后我就很怕我不小心换得太用力，然后不小心把前面的人头踢一下，然后我就觉得，那如果踢到头，我要跟他道歉吗？对啊。我也很讨厌前面的坐超挺，因为我不够高，然后就是前面的人都会太高，就会有一颗头在前面。我觉得坐我后面的人都很幸运，因为我都在椅子一下踢到头。对啊，就是他的那个椅子落差很高，所以那个已经不是踢到椅背的问题，那是踢到头的问题。踢到头真的是无法道歉，感觉他都不会原谅我。昨天真的超多情侣了，我直接受不了。我假发被你踢被我笑出来，我跟你讲，就算没戴假发，我踢到头我也会笑出来。踢到头那真母汤。有机会来香港跟粉丝对打，好啊！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香港见粉丝。电影院，电影院拖鞋真的母汤，对，真的母汤。吃东西嘴巴开开，嚼食物也很糟糕，帮忙配音。对啊，可是我很讨厌就是那种电影院吃太香的东西哦，还是吃味道太重的东西。现在蛮多戏院都会准，就是大家带外食进来吃，像我家附近那个戏院就准。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味道太重，真的很影响观戏的心情。好像支撑他爆笑。今天好像有人说我挡到他，好好，太高的困扰，我都没有这种困扰。还有在电影院吃东西，一直有塑胶袋的声音，但就是拿的时候会一直，就是会有那个沙沙沙的声音。刚想到我看电影我都很想直接喷。大家是怎样？大家的怨念都很重哎。我承认我在戏院吃过激光杀伤鸡，你这家伙竟然害隔壁的人那么饿，严肃姐很讨厌。完了，那这样直接尴尬。上面手滑哥才刚说激光杀伤鸡，我先离开了。如果踢到粉丝，马上转黑粉，对，直接路转，直接粉转黑，尴尬。没有，真的太香了。对啊，你知道，就是很饿的时候，旁边人在吃很香。就是像我有时候减肥的时候，不是，我现在也有减肥啊。可是就是我平常减肥的时候，然后就是有时候吃比较清淡一点。然后有时候我弟或我妈他们就会买。他们就会买咸酥鸡之类的东西回来吃，还是吃很好那种定食之类的。然后我在旁边看，我就觉得很羡慕。可是我要减肥，我又不能拖他们跟我一起。以前西门町一场199的电影，学生电影没有。以前西门町有199的学生电影吗？这是什么佛心价格？对啊，手滑哥，你太过分了，吃激光烧香鸡。年少轻狂，我还在电影院吃过什么？我几乎都在电影院喝饮料吧，因为我不太常在电影院吃东西，我比较喜欢喝饮料，对，习惯问题。因为我都是吃饱再去看电影，因为我都通常就是因为你早点去买，不是都会有好的位置吗？所以我都先提早去买，然后买完以后等着 Seven 先吃饭，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就不需要吃东西了。谢谢博婷送的勇气，恭喜博婷忍者联盟升级到青铜 ，cool。不过被踢到的话，可以找个理由跟成员聊天。这是什么神之巧遇？二轮戏院都蛮便宜哦，我家附近有个二轮戏院，然后它是99块，它100块可以看两部电影，
吃爆米花真的蛮爽，我比较喜欢吃地上爆米花，地上爆米花才是极品，充满了细菌。台中力宝乐园去过吗？有啊，去过一两次的样子。他以前是不是叫力宝乐园啊？杰说被朋友求婚。Aki 说激光杀伤机的鱿鱼比炸鸡好吃，是真的。我觉得炸鱿鱼蛮好吃的，可蛮好吃。可我之前在淡水的时候，然后就是我都觉得它价钱蛮贵的。不然我觉得炸鱿鱼是个蛮不错吃的东西。比起鸡排的话，或盐酥鸡的话，我也蛮喜欢吃鱿鱼了。谢谢，不要自黑，我没有，我现在已经就是真的跟大家推荐地上爆米花很好吃，尤其是戏院那种被踩的扁扁的，没有，我不敢吃踩的扁扁的啦。以前叫月美娱乐世界，对啊，以前我就记得它叫月，它在以前就比较力宝的样子。看完复仇四，男友上演求婚秀，在看复四的时候。真的姐姐要呛你说柏林你是偶像，对啊，我今天都不知道被讲几次，他们听说我半夜去看电影就说这很危险，柏林你是偶像，我就哦没办法 啊就这个时间才有办法看复四啊，你要怪复仇者联盟四都不给我们多一点尝试看。好，你立把尬掐当空中飞人和机动和机动游戏，空中飞人是什么？是高空弹跳这种东西吗？我之前在垦丁有玩过高空弹跳，就是它是弹跳床，应该不算高空弹跳。可是那个把我吓得蛮惨的。我去台南的时候也玩过一次。店员表示我们很无奈，而且他那三个小时还加20块，这点我坚决反对。算我还是给他加下去了。我现在继续绘画中。吃地上太怕爆哦！我在跟我朋友猜拳，就我们看到地上有爆米花，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比较极限一点的人，然后我们就是很要玩就是要玩大的，就是只要不要会死，不要死就好，不死就 OK。那不是有歌曲这样，死不了就还好。然后我们就猜拳输了要吃地上爆米花，然后结果我就输了，我还输两次，所以我吃了两颗。礼拜二买到西门町的电影票，买到几点啊？我卡吗？这样是嗯，我的直播卡了吗？可是我的网路是1174绿色哎，它写网路正常。我动动让你看不卡，还是只有一瞬间卡，不卡。我顺哦，那就好，怕爆。这种游戏真的别玩，生病我们专心，我们担心，好吧？我知道了，我现在挑战比较不危险的游戏。死不了就还好，不是这样吗？我寂寞寂寞就好。好了，那就好。欢迎美美，欢迎，就是不想被念名字嘛。欢迎 Jack， 再次欢迎 Jack， 重新进来的 Jack。然后我刚刚旋律怪怪的，好吧，因为我不常听的手。谢谢，谢谢不想被念名字的玫瑰跟掌声鼓励，还有看好你哟。挑战苦茶青汁，你说挑战那种，我觉得苦茶对我来说还 OK。我会不会这样就很没有综艺感了。以后我其实对苦的东西还蛮有抵抗力的，可是我不喜欢喝咖啡，是因为它喝起来嘴巴会酸酸的。我买到下午4点，买到那么好的时段吗？那你有买到前三排吗？还是你是坐后面的？公车司机开超快，怕爆！你现在公车上吗？我还记得我以前放学的时候，那个公车司机就开超快，我也觉得很恐怖。而且我们家附近那个桥，就是它有一个窟窿，在蛮大的洞，还是那是凸出来，然后就是每次公车经过的时候，然后都会弹起来，然后我都觉得像在坐云霄飞车。28排800座位，我18排，哎、欸，那很好哎、欸，
这是很好的位置，好好，我弟也都做很好，我因为他们都提早订，真是勤奋。我们刚生日会完，大家就吃饭。哦，你去讨论生日会吗？就是自己在自己一大家一边吃饭一边 report， 好好，这种活动我好那个哦。我以前在犯偶像热场这样子，我也在犯动漫偶像。声优的时候，我也常常就是参加完活动，跟朋友一起在那个餐厅里面，大家一起 report 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礼拜路过西门町，顺道买电影票。原来他吃到布丁的喂食，我真的该打了，该吊起来了。他们那个名额很多吗？还是很少？那柏林九月生日会结束，我们一起试摊试播喽。哎，二十岁，那柏林就可以，我就可以去居酒屋了。虽然现在也可以，可是好像就是在很多国家的法定成年好像是20岁。哦，我跟你讲，就是前几天我骑机车，就是经过我家附近的那个桥，就我家附近那个桥常会有零件。因为就是常晚上下班的这种时间，八九点的时间，就有很多警察在桥上面，就是要临检，看大家有没有酒驾之类的。哎，纪国树晚上好。然后我就骑车，然后我就经过，然后他们就把我拦下来，然后就是我穿我那个招牌运动外套，然后跟我的机车这样，然后我的安全帽是探险活宝的，全罩式安全帽，然后探险活宝很可爱，上面有个老皮这样的。然后他们就说，然后我就把那个安全帽打开。然后那个女警就说：“妹妹，你有18吗？”然后我听起来我就哦，好爽哦，就是原来我看起来那么年轻嘛。然后我就说，我就很开心，我就说有啊。然后他们就开始说：“哦，那要看一下你证件哦。”然后你给他们看，然后他们说：“啊，你名字好特别。”然后开始跟我拉雷，然后说：“哦，你住这附近哦，怎样的？原来你住我们这附近哦。”然后我就说：“对啊。”然后就跟他们拉雷，然后我觉得很开心，就是他们被问到说：“你有18哦？”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我看起来这么年轻啊！谢谢你，女警。你当然不会被问到这种问题啊，应该不会有小于18的人会留胡留那么长吧？不会，那有18，因为18岁，对啊，我因为18岁，我现在才过人生第二次的18岁生日而已。不要靠警察来安慰自己，我没有，我只是哦，非常的一个抚慰人心。但是罚单照开，没有，我没有无照，所以我没有被开罚单。我是安全驾驶，警察撩一波，欸，人家是女警懂了，而且他是用个很惊讶的方式，就是他们，我以为警察就是讲话都很严肃，结果好像也还好，他们说，欸，妹妹你有18吗？这样，然后就开始跟我拉雷，我也被别人认为不到18，被认为是国中生，林杰信也常被人家认为是小学生哦，给他发现他是粉丝，哦，那也不错啊。你在我心中永远18，耶！我会在市区开车起步70，要怎么可以起步70？是跑车吗？小心欸，台北车那么多，我就觉得台北的马路超恐怖的，虽然台南的马路也蛮恐怖的。我现在唯一骑过车的县市就是有台北跟台南。我在台南有租过一次摩托车，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台南人都一直闯红灯。已经说他生日目标长高，他已经从长智商放宽成长高嘛。虽然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有点难以达成。我住基隆，原来科技竟然不知道弹珠汽水没有弹珠，这个不意外啦。我这边分组说年轻女警。你们今天有聊什么吗？你们今天的流程，我很好奇今天生日会流程。我只知道大致有什么东西，可是我不知道完整流程是什么。不知道变聪明吗？可是他觉得应该没有办法达成吧。他去年就许过了，然后结果没有成功，都被他喝掉。把弹珠一起喝下去吗？然后我小学三年级有干过这种事嘛，就是我在跟我弟玩弹珠的时候，就是弹珠汽水弹珠，玩一玩我真的不小心吞下去。然后就隔天以后，他就出现在马桶里面，就是我上厕所的时候突然抠一声，然后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傻眼，我就赶快把它冲掉。
他许了两个愿望，那另外一个许什么？我是看他照片，小嘉一真美，小嘉一真的超可爱的、啊，混血不是混血，阿美族，原住民的脸孔，原住民很多女生都长得很漂亮，像林杰啊，还是郑嘉玉，好好，真想当可爱的小萝莉。好，那小萝莉哦，犯罪宣言。你也曾经是啊，哦，可是那时候我可能对小萝莉没有兴趣，所以我那时候的小萝莉我并不会开心。那接下来做纪念，我不要，好脏哦，那个超级脏的。可是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怕被抓去开刀，所以我都不敢跟我妈讲。小嘉玉是阿潘哦，之前讲小嘉玉是阿潘没错，就是他好像是照身高来分小跟大。可是我都叫嘉玉跟阿潘，嘉玉跟阿潘，对。杰星于16，他已经不算萝莉了，他只有外表萝莉，他现在实际年龄并不萝，而且他太笨了，我需要聪明萝莉。学成七月成熟风，传承也是走成熟风的、啊，而且我怎么觉得有时候觉得他比我还成熟，害怕。之前就预言布丁15岁解禁后会爆红一波，对啊，布丁是不是明天还是这几天就生日了？我记得是吗？他好像是这几天生日，是不是 ？Maybe 是 tomorrow 吗？明天？对啊，我就知道，你看我都有记大家生日，我有那个吗？好成员，良好成员代表，伯伯姐。你就叫布丁嘉玉啊，比较那个。对，你好厉害，笑死，帮自己拍拍手。谢谢，谢谢各位的称赞。我要去爆支持一波。对啊，他这次生日过完，他也可以开直播了。再來就是坐等我家瑞婷了。你是不是布丁腿？没有，我是我要帮自家人，我是瑞婷推。对啊，大家要去多支持布丁嘉玉的直播，因为他好不容易能开，首播是一定要跟上的啦，这是不能怀疑的。说什么柏林是豆皮腿，不要把我形容成大弟弟，我现在是大弟弟了吗？小嘉玉跟大嘉玉到底怎么分？大嘉玉是郑嘉玉，小嘉玉是周嘉玉，我之前以为是用年龄分的，然后就好像是用身高，然后要挺自家人，我挺我家瑞婷，一生。乌萨基讲推，对呀、啊，瑞婷超可爱的，我觉得瑞婷也是一个大黑马了。哦，大家有去看那个吗？团团在演唱会的那个幕后花絮。昨天是放了第二集啦，虽然比较少，可是还是有我的部分哎、欸，开心。插个东西，等我一下。开心。而且你要就紫萱跟布丁嘉玉，然后就是两个人站在一起的画面，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画面，不觉得吗？就是很好朋友，然后就他们是好朋友，然后同龄，然后又是就是年轻美眉，然后两个然后好朋友，然后其实就觉得这个画面是非常的一个。感觉有樱花吹过来的感觉，仙女，请让我用眼睛记住这一切。明，真的，我开始喜欢布丁，不能开始喜欢我，谢谢，请开始喜欢我，我也要随便拉一个朋友一起来站在一起啊！快点，有没有接受大学生版的？其实丢麦影片有你，对啊，我知道。我有看到麦克风掉下来的瞬间，然后还有后面还有画面，耶、yeah! ！不过我可以接受，当然，我也是大学生。
对啊，大家一起当大学生，我们在当可波仔大学生。我都醉了，我有你接受。当然，对啊，我还想一下，我还想一下我跟谁站在一起可以。我发现我好像跟同龄的人比较少玩在一起，就是团内里面我比较常跟比我小的人玩在一起。我真的一直在交比自己还小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谢谢拿奖的送你上看板，看板，我现在只有空白画布。喂，哪来的自信？笑死！就是人就是要保持有自信，我们才会天天进步。大学生 ing， 对啊，我也要即将成为大学生 ing 了。可是你不是讲看起来真的很小吗？你说我吗？这么感动？可是因为我现在都一直被很多萝莉洗礼吧，就是每天被他们滋润，然后我也看起来年轻了。对啊，这么哦完了，我会开始自己吹自己了。对啊，各位，对，我们就整天一直被这些臭萝莉洗礼哦，真的是怎么那么爱他们，好讨厌哦。柏林好喜欢萝莉，犯罪宣言，我就觉得很可爱。布丁超萝莉，虽然他比我高，可是就是本质还是萝莉，所以可以。好好，为什么现在小朋友都长那么高啊？或者是看起来很小？对啊，很多人把实际年龄讲出来，所以我会蛮惊讶的。所以因为萝莉叫你伯伯姐，让你比较亲切吧。对，我其实也不知道伯伯姐这个绰号是哪里来的，可是既然是他们给我的，我就欣然接受，非常乐意。阿潘取的吗？正奇，晚安。小哈克，你少来，我好想被布丁认识。我已经被布丁认识，你们可以羡慕我。哼哼，鼻孔看人，我也想要长那么高，然后就可以用鼻孔看人。可惜我就是不够高。然后我国一进来的时候只有138公分，然后一直到国中毕业的时候，然后就是155，然后高中才长2公分，超废。然后现在看熊妹，国中都还没有毕业就170几了。我要怎么生活啊？欢迎姚，晚上好，正奇晚上好，我179，好好，可是你这样差1公分就180，你不会觉得很old吗？就像林杰星149一样，差1公分就150，他也很old。我觉得骗人也好，让他长高1公分吧。熊妹是不同生物，对啊，熊妹跟我有点不同次元的感觉。想想杰星就快乐了。你现在多高？我现在157，157公分，算正常吧，在台湾算正常身高吧。可是就是我的梦想其实是162啦，所以我现在只是持续努力中，不然就是靠增高垫之类的。可是没关系啊，我们制服的高跟鞋本来就蛮高的。欢迎晚安，爱心蛮可爱的，是蛮可爱还是超可爱？讲清楚。明就是超级可爱的，我那个爱心是，其实它是我的痣，只是我之前一直把它痣，其实我有一颗痣在这，然后我就是一直把它遮掉这样，然后它是爱心形状的，我抢走诗雅的痣担当了，我应该画在这的，直接 cos 诗雅，小妹总熊之路是怎样？我以后被柚子超越，对啊，不行，柚子如果比我高，我不能接受。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以后抱柚子要这样抱，不行。162像王家那样的身高，王家162吗？我以为我比他高哎、欸。何姐今天一整个矮，他今天没办法，还有诗雅陪他，诗雅也不高。哦，诗雅都穿高跟鞋，好吧，那应该没有办法。那有点身高霸凌。何姐也穿平底，他也只有平底的鞋、啊，而且他超那个，你知道他跟我去买衣服，他说他要去买生日会衣服，然后就找我去买衣服，然后结果他买的那件衣服，然后他今天生日会没有穿，我直接黑人问号。
我就说啊，你今天怎么搭？然后他就传给我说，这件跟你那天买的根本不一样吧？他说哦，我换了一件，无言。我想到他真的没穿，可是你们能想象他穿高跟鞋吗？我觉得科技穿高跟鞋有点恶心哎、欸。我没有办法接受林杰英穿高跟鞋，那个画面有点暴力，而且感觉他就没有办法走好路。其实我还蛮少看杰星穿制服的，就是 TP 的制服，比较少机会看到。希望之后也可以多看到几次。女人味柯基，放过他吧！你们还记得他 上次开直播那个超恐怖韩系口红吗？我是觉得母汤。先让他再年轻几个月，几年吧。他想要成熟以后再说。高跟豆皮大概跟烈焰红唇差不多意思。对啊，你们知道他之前在直播的，然后就是涂了一个很红的、很暴力红的那个唇膏，然后开直播，他也觉得他那个就是很好看这样子，然后就被人家讲烈焰红唇。那我真的母汤，我就笑到快病鬼。我还一直说好看，你们对他太好了，还是你们真的是抱着好笑心态说好看？感觉我会做这种事，不行，我不能当朋友当那么缺德。就是超好笑，对，而且他也没办法卸掉，所以就等于他那个时候一个小时，然后都是那个状态。我反而你可以等柯基20岁生日的时候再叫他穿成那样子，拜托，请先饶了大家，先让我等我离开了以后再让他这样好不好？好恐怖，我真的没办法接受，我很怕我以后不在，然后就是他也在的时候，然后就是他会干一些蠢事，然后没有人阻止他。母汤。周佳怡今天穿什么？郑佳怡今天穿什么？生日会的时候，我在那画类似庆祝图的东西吗？阻止不了的，对啊，只有柯基可以超越柯基。粉红色洋装是无袖的还是短袖的？无袖的还是短袖的、啊、还是长袖的、啊？超粉超可爱，对啊，你看，然后这时候就可以联想到 CP， 你懂吗？就是粉红色，就是紫萱，然后就是等于是哦。就是虽然今天没有见到紫萱，可是紫萱就像在我身旁一样，所以我穿着粉色洋装来了，这样子自己脑补，你懂吗？就是 CP 处就是要这样子 ，CP 脑粉，长袖真的，对啊，直接 CP 耶、欸。小哥是粉红爱好者，比如说烈焰红唇后，直接就进入爆笑模式。对，他会回想起上次那个烈焰红唇，因为我截图给他，我把你们给我的截图给他，然后他就疯狂爆笑。我真的觉得母汤，请他不要再虐待大家了。我随便来蒙一下他的洋装款式好了，不过姐讲好自己快消失了，没有，我是说以后，所以还有很久。不过姐不会消失的，不过姐会陪你们的。不过姐是永不消失。他的爆笑模式有时候还蛮疯狂的，就是笑到嘴巴打很开的，然后就觉得姐心里是偶像，不过应该陪我们到永久。对，我是永久的伯伯姐，自由灵魂。他说我们，然后就是。刚刚我叔叔打过来，就是我爸爸的弟弟打过来，然后就是我爸爸的弟弟，就是我爸爸是觉得我们家的语言天赋还不错，就算我们家都是数理笨蛋这样的，就是数学笨蛋这样的，然后可是我觉得我们家的语言能力都还不错，然后我叔叔就是很会讲日文，
然后他的英文也很好，然后我爸也是会很多很多语言的，然后我弟就是英文技能点满，然后刚刚他就打过来，然后就是我爸爸没带手机，他现在跟我妈妈去吃饭，然后我弟就帮他接电话，然后他就狂跟我弟讲英文，然后我弟都回超快，然后就觉得很猛，因为我其实英文没有像我弟那么好，然后他就说他要跟我讲电话，然后接过来后他就跟我讲日文，然后我就开始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画面，就是荷兰人跟台湾人讲日文，然后就用日文在交流。然后那个叔叔是做，他是做，就是荷兰大家都会讲英文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他们都会讲英文，都很厉害，对。然后就是他们跟我讲，他讲日文是因为他是日本翻译，他在做日文翻译的工作。然后他还会就是，哦，他之前还去日本留学，所以他就是日文超好。然后他就跟我聊天，然后就聊到，因为他知道我在。就是他知道我现在是在当 AKB48 Team TV 的偶像嘛，然后他就跟我聊到很多 AKB 的东西，就是他以前就知道 AKB 这样，然后他之前因为他是翻译日文翻译，然后他翻译小说也翻译电影，然后他之前就有翻译到前田敦子前辈的电影这样，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也跟我说他前阵子去那个荷兰的电影节，还是去哪个？好像是去哪个国外的电影节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有遇到 BNK 的 Chaprang， 就是 Chaprang 他们 Chaprang 有演出演一部电影嘛，就是 BNK 的队长，他们有就是出演，他有出演一部电影，然后就是他有去那个电影节，然后就说他有去电影节就遇到他，不过这样出货之后会有新货补进来，哎，你怎么讲好像在讲那个？等原理的萝莉长大后，姐姐都没有心情待着，对啊，他们都会被出货，好像在讲那个约定的梦幻岛，对，然后我现在真的入坑入超深的。不过有兴趣是去日本留学吗？有兴趣啦，可是以后吧，未来以后的事情，毕竟去留学一趟不便宜啊。我现在去听去留学的朋友讲说，就是去留学一趟。一年的生活费就很高，然后就觉得很恐怖。哎，我还不确定我爸那么独立，就是可以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呢。因为你要想说，在国外没有人有办法帮你，就是你发生什么，几乎都要靠自己解决。想想真的是需要三思。明天巨人要播了，对，进阶巨人，我差点拿笔刺观众。进阶巨人，虽然有些人没看，大部分人都没看，可是我心中的一个神作。应该有人听过《进击的巨人》吧？没看过应该有听过吧？就是他的新作明天要出了，他的动画明天要出了，好开心，我好兴奋啊！我都看漫画，哇，懂看哦，我也都看漫画，可是我还是要看动画，因为他动画的特效非常的做得非常的精细，然后就是特效都做得非常精彩，然后他们后面就是会有很多王正篇相关的剧情，听说超精彩的。然后，哦，我之前买了一本书，就是里面的那个《进击的声优》里面那个人气声优尾玉贵写的一本书，就是这本。这本真的超好看，我昨天终于把它看完了。谢谢纪国书送的勇气，谢谢。我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嗯，就是我之前蛮久之前买这本，然后结果到现在才看完。对，我说终于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之前买我其实已经买了很久了，可是我看太慢了。所以我最近终于把它看完了，然后这本书真的是给了我最近加了很多勇气之类的嘛，就是他在分享说他怎么从他开始梦想想成为声优以后，然后怎么渐渐成为自己想要成为那个存在这样子。欢迎性格，晚安。然后他就是这本书叫做《有一天一切都会成为你的力量》，他在分享。这本书，然后他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本书知道，如果拥有梦想之后，看待人生的方式可能会因此而改变。我觉得就是他讲了很多细节，都是我现在遇到的一些瓶颈。因为其实想成为声优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他现在就是竞争就跟偶像竞争一样，就是需要争取一些人气啊，还是就是精进自己的实力之类的这种事情，然后就是很常会遇到。瓶颈之类的，然后他就会在里面分享他自己曾遇到的瓶颈，跟他怎么用什么心境去看待这些事情。然后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跟我现在遇到的一些小挫折，就是有
重复到，然后看着就会觉得还是好好加油之类的，就是看着让我觉得很有那个很有 feel 啦。原来我并不是孤独的，自由灵魂问号，对，我们是自由灵魂。之前同学3月21号生日的时候，差点跟他说出货日快乐。我们的朋友都已经出货几年了、啊，他不是12岁出货吗？我现在都已经是第7次出货日了。晚上好，老沙，晚上好。我先看过一拳超人的嘛，我只看到第一届，我没有看过后面新的。我们是自由灵魂，自由灵魂是什么？太久没看了。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个，就我们之前在讨论我的定位嘛，我的定位到底是什么？然后想了很久，因为我觉得我很多定位，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琢磨得很清楚，我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想想，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我突然觉得就是我应该是一个蛮自由灵魂的，因为就是我。虽说是偶像，可是我觉得我的性格跟我的，我觉得我的性格不太像偶像。对对，就是柏林，你是偶像，百变灵魂，也能这样讲哎、欸。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被约束的人，百变灵魂。嗨，偶像，嗨，偶像模式先打开了。对，我的偶像模式先打开了，然后在关播的时候，我就开始到我的废宅大叔模式。新的时候来了。大家好，我是自由灵魂柏林。大家好，我是自由灵魂柏林。那次我记得好像大家都在忙，没跟到直播。对，因为我最近常开在中午的时间，播报偶像。你要把柏林，你是偶像，加入场子哦，我觉得不错哎。等一下，我、哦、可是看会不会很多，太多热门语，应该没关系吧？好了，我加好了。谢谢老沙的枫叶，我就觉得你是偶像啊，柏林，你是偶像。哎，有大合照吗？我想看，来，我 Google 一下。打网络有点雷。今天的生日会的地方感觉还蛮好看的啊。好可爱啊，怎么没有那么像合法萝莉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释出那个影片欸，我想赶快看到那个影片。为什么会有人标注冰 skin 啊？为什么官方要 hashtag 冰 skin？ 我在无言。这次的生日会办得很成功吗？太赞了！哎，这什么歌好听啊？肚子的歌，豆皮女王。因为有看检讨，有检讨有被骂的空间才会进行复制的奖励。但我觉得就是公司他们其实都很在乎，公司他们真的都蛮在乎每次的活动办奖，就是其实姐姐他们都会，就是大家都会很关注 PTT， 有 一半以上的原因都是想说，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就是这种活动，大家公司也都是第一次办这种活动，然后。很多活动，我差点躺下来。其实很多活动，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办，然后还是第一次做。其实大家会很在乎有没有表现好，还有大家的想法是怎样的。就是像一对朋友在磨合，是磨合期吗？像这种讲法吗？就是，
接受别人的意见才会进步吧。就是大家，我们真的很在乎大家的意见，所以希望活动可以越来越好。因为我记得一二月的活动好像办的不是很好，就是大家比较没有那么满意这样。然后那时候就大家就好像就是公司就有开会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看得很重，就大家的意见这样子。子宏老师不是也有在下面留言吗？我记得。谢谢大家，你们刚起步很多还没经验，我们都愿意陪你们更好。对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就是都可以跟公司反映这样子，可以跟大家跟公司反映，还有跟公司建议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也都会听这些意见，然后大家一起变得更好这样子。大家都是一个团体，对，不是只有我们是一个团体，我觉得大家一直跟随我们的大家也都是跟我们算是同一个团体的人。今天不错，今天不错，真的吗？就是大家如果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了。音乐能速改进真是太好，对啊，我也很高兴这次的生日会大家开心，因为听刚回来听杰星讲，感觉好像还不错。对啊，自己的团自己守护，毕竟我们都是台湾人，大家就爱我们爱自家人，这样讲吗？这次的环境，这次的流程有什么？你知道这次你们去那个场地叫七七 Oh My God 吗？就是他们这次开三四月庆生趴的地方叫做七七 Oh My God。氪金氪起来！好酷，对，他们这次那个场地叫七七 Oh My God， 超无言。对啊。对啊，他叫七七 ，Oh my god！ 七七直接，刘雨晴直接 ，what？ 你知道他们今天蛋糕不是一个是巧克力蛋糕，然后一个是巧虎蛋糕吗？然后你知道就是杰星有一个很喜欢的巧虎娃娃，就是从小抱到大的，应该是巧连智周刊送的嘛，就是一个巧虎的手偶。巧虎的手偶，然后他就是很爱他，然后就他前阵子把他用不见，然后最近又找到，然后只有就是这次他们，我知道他们这次生日蛋糕有一个是巧虎蛋糕的时候，真差点没笑死。雨晴冠名经营，哦对对，其实那个场地是雨晴家开的，那当然大概不永远不会知道我。我超级有上心，你们就像是朋友一样，对啊，就是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可以认识，因为我们都是从零开始的，是这样讲吗？谢谢嘉阳的勇气，还有健身卡，营运故意选的吧，是吗？那个蛋糕很好笑哦，你们对那个蛋糕知道多少啊？我要先确定你们对那个蛋糕知道多少。你们知道那巧克力蛋糕是哪里来的吗？但我眼睛有点跑位。被砍到的巧虎，我刚刚已经看到他们在吃了，啊，好烦哦！小晴他们要开始玩那个狼人杀了，可恶，无法参与。巧虎被砍怕爆，你没有看到那个画面吗？被吸干的巧虎，咦？波音可以帮我跟科长说我爱他吗？好，我可以帮你讲，波音。你心中说他爱你，好，谢谢。大家看到照片毫无头绪，有啊，官方账号有那个、啊、蛋糕的照片，虽然很小，我刚刚位置刚刚才看。
生日快乐。巧虎蛋糕真的是有点意义不明啊。我已经吃完了，不行，我现在跟你们讲话，我不能跑去那玩。我现在时间是属于你们的，我现在是属于你们的，所以现在我不能背叛你们。改成电玩直播，欸，我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把它连上去，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子。好，曝光，可以看社团录的，应该有录到蛋糕。哦，你们有，你对吼，可以录影吼。好，马上去看。好吧，好像还没看到。好，我现在属于柏林，对，你们现在都属于我的时间，所以不可以离开，听到吗？不可以离开，不可以离开，请留在这。我没有办法像雨露那样病娇，我真的是实力不够大，还要拿剪刀开直播，不行，感觉我会被羁押，危险人物，有人形玩偶乱入，人形玩偶乱入，哦，那是个李佳丽是不是？那个熊熊装。我们只爱柏林，谢谢。雨露中枪，我吃力不够。我是觉得雨露很厉害，就是他的这一点真是超强的，我真的无法，柏林无法。他不是拿这个吗？然后这边，哎，他说想知道吗？哼哼哼，我看你就想让人家想打，哼哼，想知道吗？快，他有什么台词比较好笑的？不是好笑，就是我学起来会很好笑。有什么台词可以那个可以让我模仿一下的？我们有剪刀，现在有剪刀，等一下。噗噗，还有我有这个，上面还有姓名贴，哼哼，哼哼哼，想知道吗？请问一下，课长，我今天氪金了，结果开始的时候都想要继续氪，正常吗？哦，这个对于新手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对，我们通常称之为上瘾症的前期。看你这个现象应该是没有错，所以可以，你可以继续。如果就是多氪金，让身体习惯以后，这个现象之后比较少出现这样子。我的诊断是这样。我上次看语录那个，已经很久没去看他了。哦，真的吗？那不行，那我要把镜头放下。看你的表情，就是他了，没错吧？哈哈哈。上瘾症前期，剪刀直播是哪招？没有，我在学那个啊。而且我是儿童剪刀，这个。你看我拉拉熊的，拉拉熊的姓名贴。好，这样织好像没怎么用，很可爱。刚刚是雨露的台词，对，那是雨露的台词。他这个台词就是他就是握剪刀说想知道吗这样子，也就是很适合去演，就是很适合去演，就是感觉他就是很演的很有 feel。我不会很久不来看你吧？不行，你要常来看，你要常来看。我明天有直播，明天直播一小时而已。明天下午3:30到4:30，我在思考要不要找林杰星来我家一起开直播，感觉蛮好笑的。努力跟直播来哟！你的剪刀可爱多，对，我的剪刀比较粉嫩一点，他剪刀是黑色，感觉超危险的。继续课不就成瘾了吗？就是要成瘾啊，你知道就是，我突然没有办法好好形容这件事情。今天不是本来就没有直播哦，今天有啦，今天有直播。我是明天换的时间。氪金成瘾是好事，我跟你讲，氪金只是一个取得胜利的手段而已。
你可以跟别人一起直播吗？上次面，可我不知道他明天要不要，他明天有没有时间呢？因为他住基隆。不然我也想跟他一起直播，我最近蛮常跟面面聊天的。今天不是本来没有直播，本来没有，还有吓到，竟然吗？你来基隆吃好吃的，感觉还不错。我之前有去过基隆一次两次，去基隆夜市，因为我朋友之前住基隆，然后我去基隆找他。取得胜利的手段说好，对，就是氪金，就是一个取得胜利的手段，跟取得关注的好手段。你不觉得就是你买那种点装，然后就是会比较多人看你这样子？明天几点播？明天下午3:30。是吗？我来检查一下，应该是吧。算了，我要相信我自己。3:30，对。柏林喜欢夜雨还是要？我喜欢 U Solo， 我最喜欢要了。要讲超可爱的，柏林最爱有讲了。我要把我臂章拿出来了吗？记错就解心化了。对，我不能再解心化了。我现在 我是在外接智商，我不能退化。I love you too。I love you 欸。懂撩，而且还用我老婆撩，真的是厉害。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too. 明天下午3:30，对，谢谢秘书。那我没办法看你了，没关系，谢谢守华哥之前来看我，我们会怀念你的。他说我 Google 日历明天时间不一样。确认生日会回来了，林公子回来啦，晚安。原来小秘书帮你记就好，耶、yeah, ，轻松。不能不能这样，我们怀念守华哥，喂，不要再怀念嘛。我们缅怀他，敲一下，叮，怕爆。中午还有照根，谢谢你喜诺，非常的一个 happy， 懵逼。我昨天跟我朋友在家，就是我们在等电影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无聊，然后就是我们就想要模仿夜店，然后我们就拿那个王健，你知道，就我超多王健，我应该有6支吧，5-6支王健，就我去参加很多演唱会王健啊，然后我们就换了各种颜色拿在手上这样，然后就把灯都关起来，然后我们就放这种电音的音乐，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我房间里面一直乱跳，然后一直跳来跳去，然后我们在模仿，就是我们在嗨这样子，超好笑的。我直接把我房间变成夜店。来敲下去，敲一下，但不是怀念，不是这样吗？要敲一下。我发现氪下去，长远氪下去还会花，比我花在 Steam 的还多。花 Steam 的不一样吧？花 Steam 不是买游戏而已吗？买游戏以后才开始，才是重头戏。6支网箭，对啊，我超多网箭的。然后不知道网箭怎么用，或者就是像这样子。很多演唱会都不会让你带太多网箭进去，所以我一次最多都带2支，就是比较方便拿，然后换颜色比较快。一手插3根嘛、哦，我们一人3支，就是我们2个人一人3支，然后我们就换不同颜色，然后我们就开始耶、yeah! ，然后还帮很多歌打扣。氪金都嘛去买生血哦，对啊，复活节生血，大家有，哎、欸，是最近吗？是最近吗？我有点频道不同，完蛋，不称职偶像，连自己生血什么时候买都忘记，超尴尬，没关系。自由灵魂，哎、欸，复活节那篇贴文跑到哪去了？复活节买了，是哟，前几天才买，是哟，买起来。复活节升血超赞，我、哦、得到。你没有看我的那个吗？我的那个，我的 sample 图，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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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览图很好看，对不对？我也觉得那，虽然自己讲有点，可是我觉得我的预览图那张超好看的，我非常的一个满意，我会想要，我会想要买。对，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送给我，没有看笑的，我自己可以去凹个一张。我要把那个预览图那个包下来。我带兔耳朵耶。我在兔耳朵欸，要指定哦，要指定我哟。Booker的师傅感觉根本就是气质拍的，气质派的。对啊，你不觉得很那个吗？
我的兔耳朵。我刚刚没收集一套送你，好吧？指定的哟，谢谢手华哥，非常的一个感动。希望你可以抽到兔耳柏林，兔耳。柏林今天也说去，杰星今天也说去年十二月握手会，他是都有问题。对啊，握手会不是今年一月的事情吗？定买单机大作之后，顶多再买 DLC 而已啊。反正就是氪条就对了，几乎每次升血都有柏林预览图。我真的好像是真的有这回事。对啊，有点，我来看一下相簿。哦，他不会分，好吧？我们的社群相簿好像没有分升血相簿之类的，所以我就不能一个一个看了。每次你的我都有收，谢谢手华哥，感动。对啊，我每次也都会偷收自己的升血，我还有偷收柚子的升血，就是他的那个小红帽的那个升血，还有瑞婷的升血我也会收，然后还有好像就是固定这几位吧，然后其他就是看我心情。我在等五月前，五月一号下定，好啊，那到时候要指定我哟，耶、yeah ！狂劝客，我要劝大家多氪金买我的升血。兔年生的柏林能量加成哦，对哦，对啊，我是兔年生的，我是属兔的，耶、yeah ！自己收自己也超好笑，哎、欸，我不是想收自己的生血证哎，你知道就是我会把我生血证拿去送给我爸吗？我那天送他就是樱花瓣的那个年历，然后就他拿去放在公司的桌上，然后他就放在上面，然后他还会拍照，他还拍照传给我看。不过约会的时候你会紧张吗？应该那时候才会知道，应该还好，应该不会吧？你们才不要紧张，你们紧张害我也紧张。希望我不要紧张，自己收自己，对，当然要的。柏林不早说，前面升血多帮柏林收一套，没关系，我可以看我的手气好不好，能够抽到自己的。这次看到你的预览图，整个烧到我，真的吗？那就好，我真的也觉得他们这次真的是拍的，那姐姐真的很会拍照哎、欸，就是他们拍的都觉得，我都觉得他们拍的是比我拍照还要厉害很多，很专业，然后又不会，就是看起来不像我，看起来应该跟本人不会差很多吧？应该没有吧？应该不会吧？想打哈欠，哼，我会超级紧张，没关系，我看到你们紧张，我应该会被你们感染。其实成员就是要像柏林这样，偶尔安利一下升血，对啊，我就是疯狂安利我的升血，我也会安利大家的升血啊。就是如果我觉得这次我比较喜欢谁的，我就会想要特别拿出来讲。正常来说大家都会紧张吧，因为我觉得这次的活动真的是有一点前所未有，要跟你要一次顾及，要一次顾及三个人，是还是四个人？一次是四个人换过来嘛，我记得是吗？一次跟四个人聊天，然后你要顾及到全部的人，就是我希望我有办法，就是聊天都可以把全部那一桌的人全部一起带入那气氛，我不想有人就是特别觉得自己是边缘的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子会不好。就是这样子会，我希望四个粉丝都可以有融入话题的感觉。我不希望有一个人会特别觉得啊，我融入不了话题，因为我之前就常就是这种人，懂啊？就是我在团体里面就是会很融入不了话题，我就觉得很难过，就自己很边缘，所以我不想让大家有这种感觉。所以这次不去了，想当边缘人，不行，我不想让大家变边缘。那天到底要讲什么？好问题，我会准备几个话题。台北团玩法，可是我觉得这是很近的一个互动哎、欸，超紧张的。如果有人融入不了，你要怎么做？哦、你们是很想问我的问题、欸，那我要怎么做？这是好问题。我怕会有人特别爱害羞，然后就反而我那时候如果突然叫他的名字，他会很困扰之类的。啊、哦，好恐怖哦！我要怎么办？上清大会，其他姐妹团可能都没玩过，真的吗？我只想跟柏林单独聊聊，
我们可以，我们以后握手会就可以单独聊聊。握手会就是我们大家的单独，我觉得握手会应该还比较简单，就是跟这个比起来的话，握手会比较简单。HKT 也玩过，竟然超级害羞。对啊，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害羞的活动吗？就是我是一个边缘人，然后是一个非常的自闭症的一个人。就是你知道，就是我高中进去，我高一进去没什么朋友这种人，就是没有人找我，我不会主动去找别人。然后我这种要我这种人，然后突然跟一次跟四个人聊天，然后还要两分钟后马上再换一组，然后马上再换一组这样子。现在这根本在训练我的社交能力，我完全是一个自闭状态。对啊，尴尬的都会请瑞出来救驾。对，我们可以中热一下，请务必炒热我们的气氛。因为没去了也可能会词穷，对，可是我觉得那很近距离耶，就是他真的很近距离，而且很开心，就是这次卖票好像卖蛮快的，一分钟内就卖完了，是不是？虽然这次的位置也没有很多样，就是四梯次加起来好像也才100多张，快200张的票，然后可是卖蛮快的，这点是值得开心的。可是虽然也要考虑到很多人是包整部，7分钟内哦，有7分钟啊，我以为是1分钟，好吧，高估了自己哦，然后提到了。安全，他不要喊全速前进，你喊 U solo 可以，你就喊全速前进，我就 U solo。四人一座也挺好，对啊，也是啊。我买了2张吃土，对，我会想办法让大家回，就是让大家觉得有值回票价的感觉的。大家口嫌体正直，觉得票价贵还是抢光，对啊，我会想办法让你们觉得值回票价的，这样帮你避免尬场。谢谢，谢谢你的support。剩一桌可以打一桌，我们可以打麻将的意思吗？不行，我们是偶像，柏林，我们是偶像。现在柏林让我值回票价，感觉值回票价，对，我们要让大家感觉值回票价。No better than the high, hey, hey！ 我偶像的歌，我上来可以打麻将，我们可以比大奖。你知道我以前就是我阿嬷家有麻将，然后就小朋友如果碰了那个麻将，都会被那个阿嬷骂。2000没有买10张 CD 还便宜 ，CD 一张300-400吧。NMB 都出麻将游戏，可是台湾的麻将不是通常都拿来赌博之类的吗？像我阿嬷就很反感我玩麻将。可以看到成员就很开心的，没有对得起来。谢谢国手，我觉得大家真的人很好，就是各种意义上大家都很天使。可是如果没办法融入话题，没办法值回票价，所以我在努力让大家可以融入话题。我要赶快想说，果然还是有点困难，可是我要加油。对，我会加油想，要想一些什么话题之类的。嘿嘿嘿嘿。可以击掌哎，对啊，可以 high touch， 嘿！欢迎小蜜蜂，欢迎子阳。我今天是不是跟阿潘冲突到时间了？可是还蛮幸运的，礼拜六晚上只有跟一个人冲突到时间。比较熟的成员大概一半不熟，第一场的约会的成员，没关系，你熟我就好。你可以看。放个话题的 IG， 你是先跟大家讲好之类的吗？感觉不错，我的小爱心竟然到现在都还没有掉，觉得开心。我没去看 iPad， 在那边看你，谢谢你们，开心，对，开心。睡了以后对你说你可爱，笑死。好啊，讲啊，那我会说支持你。你也可爱，对啊，像跟林杰握手前天也是这样子。原来林杰在右手会下也不少功夫啊，他不是在做笔记之类的吗？不行，你们聊天话题太母汤了，我不能这样子。柏林你是偶像，柏林你是偶像，你不是大德，柏林你是偶像。对啊，我觉得我的属性真的是有点大叔化，最近
包括一些生活习惯越来越大叔了，包括就是最近越来越容易感到累，你知道吗？就我最近越来越容易想睡。我就算最近就算就是已经睡了7个小时、6个小时，然后我还会觉得很想睡觉，就是平常还会打哈欠这样子。完了，我是得什么重症了？柏林即将离开你们，掰了柏林。哎，你们有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我跟我朋友前几天在讨论，就是心脏的时候会漏拍，你知道吗？拜拜，不要那么那个好吗？不要那么无情，不要走柏林。你看大家讲这样对我多好，就是心脏的时候会漏拍，你知道吗？我们会怀念你的，你不要反击我刚刚的发言哦。你知道心脏的时候会漏拍吗？就是有时候心脏会突然漏一拍的感觉，该怎么讲？然后就会觉得呼吸困难。是这种感觉啊，欸，常有，就是，而且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发现我很多朋友都会这样子，就是会突然心痛一下。我只爱柏林，谢谢大家，开心，心悸，那叫心悸吗？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应该不是我的个人问题。我前阵子第一次这样子的时候，然后我还觉得我是得了什么重症之类的，即将死亡。然后之后我就问我朋友，然后我就发现我朋友大致上都有这个问题，是这样，作息不好，心动一下，心动那不是那么痛吗？心痛了一下，因为那时候痛的时候，附近有没有什么让我心痛的、让我心动的东西啊？是什么音乐啊？等一下。哦，真的，他真的音乐。放点 rap 好了。柏林不动心，柏林心不动比较糟糕吧？心不动已经不是糟不糟糕问题，已经是死了吧？我最近很喜欢听一个声优的 rap 团，声优真的很辛苦哎。要会配音，还要会 rap。卡成，我的心都快要不会动了，不行，那我们今天我们那天会场就是可能要随时备有那个叫什么 CPR 急救机器，就是那个电击器，我一直很想用看诶，你们可以就是心不跳一下，然后让我去用一下那个对你们的就是对你们的那个肚子这样子电一下，我之前常常看到。就是电视会有这种情节，就是说准备要电哦，来第一次这样电下去，然后那个被电的就这样哇弹下这样子，我一直很想用用看，可是我不是护士也不是医生，所以应该用不到。你们愿意为了让我用到那个，然后就是让心脏停止跳动一下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非常感谢各位的，绝对不是感染的雨露的病娇。怕爆 ，AED， 它叫 AED 吗？好，学了一课。等一下，这时候不是应该是美妙 CPR 吗？没有，你们想太多，你们要被我电爆。光是握手会看到一家就要被猛死了，没关系，我明天又可以见到他，所以我明天也可以被猛死一次。完了，我明天会不会心脏又漏拍啊？原来我的心脏漏拍都是他们害的。不来看直播，心脏会停止好过来。不行，这是美妙体验，请回来。美妙体验好像是一个。游戏的名字我记得，完了我一直在业配状态，这样不行。我也好想握一家哦，我明天都握给你们看。我每天都可以握一家，就终于以为终于有 CPR， 就是说后面大叔不是常会有这种剧情嘛，就是那种电影里面，然后就是男主角就是哦耶。淹死还是这样？不是淹死，淹死就不用 CPR， 直接送宾馆。就是他是溺水，然后被女主角送上来，然后他就以为就是女主角给他 CPR， 然后结果后面就变那个救生员，然后就是一个大叔这样子。因为是喜欢你，所以不会死的老梗。你真的太老了。AED 是会把心脏又停。AED 是什么？是那个电的那个吗？应该是说不要让它乱跳，你说让它维持。
正常速度，是这样吗？小爱回来了，小爱嗨！我现在吹冷气，不知道为什么头很痛，是因为冷气对我的头吗？可是开冷气，夏天真的是很舒服的，其实可以开冷气。你们知道我最喜欢的四季的天气是夏天吗？噔噔噔噔噔，我最喜欢的天气就是夏天，因为我觉得冬天一部分是因为我很讨厌冬天，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很讨厌冬天，然后是我真的很讨厌冬天，我觉得太冷了。然后夏天可以穿很多比较喜欢的衣服，然后夏天就是可以游泳啊，然后夏天的时候吃冰的东西，喝冰的饮料又很舒服这样子。然后还有西瓜可以吃，因为我很喜欢吃西瓜，然后我也喜欢喝西瓜汁，然后夏天西瓜是很好吃的。然后冬天我就觉得太冷，然后又要穿很多，就是喜欢的衣服都被外套挡住了，然后超冷，然后有的外套带不够，真的很绝望。然后吃喝饮料，因为我很喜欢喝饮料，然后就是夏冬天喝饮料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痛苦，会很冷，因为我很怕冷。不过柏林跟果果一样是夏天派，对，我们就是夏天派，我就觉得夏天真的是太舒服了。现在终于是夏天了，我的时代到了。冬天可以躲被窝里面，可是这样隔天我就想，隔天上学我起不来。你一定没有体验过南部的夏天，凉凉的又不会下雨，也可以啊，像秋天那种季节还 OK。冬天可以正当理由吃锅，冬天吃锅的确是蛮舒服。我觉得夏天洗澡还蛮痛苦，就是了，就是有时候夏天的缺点就是洗澡很热。我也超爱西瓜，对不对？我真的超喜欢西瓜的，我很喜欢吃红色的，黄色的还好，虽然它们的味道差不多，可是我觉得红色才有西瓜的感觉。绝对没有排挤小玉西瓜的意思。小玉西瓜是我的最爱，好吧，看我们的那个兴趣不同，季国树，我们友情到此结束，没有。我喜欢柏林的每一天，这个可以哦，这个应该可以，这个、我可以，因为你就是我的太阳，有你就是我的夏天哦。可是啊，换到衣服，可是冬天也有太阳哎。南部的冬天不会下雨，我觉得会，我不喜欢下雨。很少一哭了。不然国树回来，我们还是朋友。怕爆。夏天接秋天的时候也很好，不会那么热。对啊，我觉得凉爽天气也是可以啊，可是我还是喜欢太阳，艳阳高照感觉。我喜欢就是天空一朵云都没有的那种感觉。天气极好，就是一看就知道今天绝对不会下雨的那种天气。在冬天，柏林就像是我的太阳，都是温暖着我。我大家嘴巴真甜，看得真开心。不要小心西瓜拆散我们，我可以一个人吃完的。你可以吃掉我们之间的障碍。伯伯姐勇气可嘉，我是夏天爱好者，极度喜欢夏天。在夏天，柏林是我的冷气，总是陪伴着我。可是很多地方都没有冷气哦。那当然没有冷气的时候，我就可以陪在你身边当你的冷气。我可以多讲一点冷笑话给大家听。哦、我之前不是说我之前很喜欢讲黄色笑话吗？我之前就是常因为讲黄色笑话，然后就被姐姐说柏林你是偶像。你是我的可口可乐，帮我解渴。我比较喜欢喝百事可乐。完了，我一直在破大家梗，不行。我倒会让你们有挫折感，我应该鼓励你们的。我现在帮我说黄色笑话吧，真的吗？好吧。等我再被编台，有点尴尬了。黄色笑话专家。柏林你是偶像，你们要说我是听啊，五一就长下啊，
不会，柏林就是吐槽丹丹。我之前其实我之前去丹丹汉堡，真的觉得还不错，就是只是我没有喝到他的红茶牛奶，我喝了柳橙汁，因为我把它当早餐吃。哇，我直接押韵。哦、好吧，黄色笑话的确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那我见面会的时候再说，没有啦，开玩笑的。我不行，我大家被骂。我是乖小孩。我真的没喝过丹丹奶茶，他那个红茶牛奶听说很好喝。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脑洞大开，点了柳橙汁，然后那个柳橙汁味道就像我家的每日 C 这样子，哎、啊，好可爱！你看，这是我最近的自创角，超级可爱的，他的害羞脸，小正太，我都喝雪碧，雪碧那个去哪都可以喝吧？哥我的时候可以讲一下，可以，你们可以跟我讲，那我就跟你讲。你是我药，我永远当你的离子。不行，我是签药推，所以我只能接受答案是签哥。你可以说你愿意永远当我的签哥，这样我就可以接受。完了 CP 宗教战争，我都喝雪碧。因为你们都住台南嘛，所以你们就比较不会，反正你们常都可以喝啊。你们常都可以去吃丹丹汉堡，好好，如果台北有丹丹汉堡，我一定常去吃。可是这样我的体脂又要爆危机了。柏林是偶像，握着手讲黄色笑话，新奇体验，都可以讲我的刺猬笑话，那是我的招牌笑话。我是觉得我的兴趣太多，主要是我最近的烦恼，就是我最近在烦恼，就是我的兴趣人太多，然后我找不到那个就是自己真正想前进的路线，你知道吗？就是兴趣太多，可是我可以顾及的不多啊。可是我真的兴趣太多了，然后变得我很多时间都被别的兴趣，就是别的不是重要兴趣，然后就是耽误掉了。这是我一个最近在烦恼的事情，我到底要以什么为主呢？可是不管做什么都很好玩。都没兴趣还好，也是啦。刺猬笑话，就是国家机密，天机不可泄露。Loli 回来了，我恐慌掉光了，可是没有关系。可我好想听，下次再跟你们讲，呵呵。我刚讲了哪？我的兴趣，就像我很多兴趣，就是我喜欢音乐，然后又喜欢画画，然后又喜欢跳舞，又喜欢唱歌，然后就超多兴趣。可是然后我喜欢日文，然后我想要再多学个语言，现在这是我新的想法。我一直在想说我真的要学日文继续学下去吗？因为我觉得我日文自己读感觉也可以，可是我又想要再多发展一种语言，你知道吗？就是毕竟只会中文、英文跟日文好像还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就是吃得很开的感觉，应该再去多学一个。我也可以把自己的兴趣都写下来，然后排一下是哪个是目前最想发展的。现在一定最想发展就是唱歌啊，就是因为现在唱歌也是对自己最有帮助的一个技能吧。哎，可是我有时候又会觉得自己就是没有一个勇气，就是可以为了喜欢这为了这件事情放弃其他事情的这个勇气，你知道吗？都要想变世界的柏林，讲同人故事，我讲 CP 文嘛，跟爸爸学荷兰文。我也一直在想荷兰文这件事情，可是荷兰文的广用的可以用的地方不够宽广嘛，该这样讲嘛。他们当初也是就是把我们推出去学别的语言，也是希望我们可以用得上。钓鱼才是王道，地缘爱，原来是地缘爱帮主。西班牙我们不是都爱弹舌吗？我真无法，很难。我现在还在学弹舌，然后就弹不动，然后好，这不行。
弹舌真的很难哎，可是我可以用喉咙哎，我可以用喉咙，这样子，再试一次，有吗？有听到吗？有一点点弹舌的声音，可是它是用喉咙发出来的，是用这边发出来的，不是用舌头的，它不是弹舌，它是弹喉咙吗？法文好像也是用舌头，可是喉咙好像是荷兰人用的，像他们的生日歌，蓝照这一份，蓝照这一份，蓝照这一份，赢得荷罗利亚，然后的荷罗利亚就是有点的那种感觉，荷罗利亚，赢得荷罗利亚，赢得荷罗利亚。我觉得他们的生日歌听起来真是超笑的，就他们的生日歌不是生日快乐的旋律，然后他们的歌词就是祝你长命百岁，祝你长命百岁，祝你长命百岁，他活得很长这样子，就是意义不明的歌词。莫名教授弹舌，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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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大学应该会有外语课，对啊，我想说我要多学个语言。感觉还不错，想学德文或者是学俄罗斯文之类的，感觉都蛮好玩的。语言王，因为我觉得我们家人真的都是语言技能点蛮多的。然后我听说我弟这次期中考啊，他英文考了九十几分，然后数学跟英文加起来只有105分，感觉是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民谣的感觉，德文听起来很凶，真的吗？可是德文学起来好像学荷兰文也蛮快的，因为德文跟荷兰文好像蛮像的，我记得。我要问一下，丢礼物前三名有奖品哦，感觉不错啊。可是这种游戏大家会喜欢吗？就是感觉好像有点竞争的感觉。有些弟弟数学，对弟弟数学先不吐槽。我跟你讲，我数学也没有很好。我刚才装满超超，就是我是文科生这样子，然后我的国文跟英文都是80-90分这样子，然后数学就是永远不及格，数学一定要苦读吧，不行真的不行，所以我才觉得我这种考职考比较适合，你们懂啊？因为职考是。如果我要报的科系是语文相关的，他们就是比较会看语文的分数这样，他们就是只看你的国文跟英文的成绩，他们不会看你的数学，是帮助到我。我觉得指考真的很适合我，虽然指考题目会比较难。我听说，就是这次不是已经开始学测在放榜了，然后听说这一次的学测录取率很低，所以很多人去考指考，所以我这次指考感觉会更不利的感觉，超恐怖的。嗯，我有拿过奖品哦，对啊，之前的。如果讲我觉得公平竞争也是啦，我国文、英文、数学100加起来，所以一个只有30几分嘛。不会是今年要上大学啊？对呀，今年要上大学，可是我没有考学测，我是报指考。放下个音乐，我还以为音乐坏掉。指考战士，对啊，指考战士说我不能休息太多。7月1号考，我都只有在读国文跟英文，我几乎没有碰别的。我历史、地理，我社会课完全没碰。我听说社会课题目超多。只考才考比较好吗？我当年英数90几分睡到辅仁大学。大伯也很久没玩礼物奖品，要玩吗？你说要玩这一次是今天吗？是可以啦。对啊，反正我最近也都很少画画，我可以多一点画画的那个吗 ？idea 下次嘛，好啊，下次直播可以玩。看我直播就那时候讲，对呀，就是我那时候画的，青的那时候，因为他那时候头贴是一只小松鼠，所以我就画了一个
小松鼠，那时候画比较差。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是 Q 版，我的 Q 版都是上亮的。那是几月的？那是几月的时候画的、啊？一月、二月的时候吗？而且我那时候还有贴纸胶带，我的用心程度很高的。然后突然觉得很强，我想被波哥哥画，好吧，偷 diss 柏林，没有，那时候的画技的确比较差。我就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我这两个月画技突然进步的很快，就是我开始学骨架这些的，我突然觉得我画技真的是进步蛮多。你要看一下，你看一下秦德头贴，再看一下这个，差超多啊！这是我儿子啊，超可爱的。八设计年龄，高中一年级，还是要国中上好像太小了，超可爱的、啊。欢迎很懒的懒兔。可是我的大头贴已经被一家占领了，笨，没关系，我一定要。我讲没关系，那个可以算一半我一半一家，因为那个有一半也是一家设计的吧？那个松鼠，那个很恐怖的松鼠。二月，对啊，那是二月的时候玩的嘛。我那时候突然脑洞大开，就想到，因为那时候听到林杰星建议说，就是还有玩这种玩法，这样我就感觉蛮有趣的。不然怎么知道玩？讲好掏腰包。我们可以下礼拜办啊，下礼拜办那个活动。下礼拜办这个活动。前三名可以拿到伯伯姐的精进以后的伯伯姐的话，可是大家通常都没有自己的人设，然后就有点怕把大家画的跟你们现实的形象不同。那时候是 showroom 的 Avatar 你在念吗 ？Avatar， 希望是晚上直播。我等我看一下晚上。我看一下我的时间表，我好像这下周开始的时间会比较有晚上，就是还是都是有晚上，晚上跟白天都有，可是晚上会比较早，大概八九点播。大家觉得这种时间可以，可是我会变比较多长，就是我开比较长时，就是比较多次，时间比较短，每次时间就差不多一个小时这样子，一个多小时，然后可是会开比较多次。五月开始没有回放，觉得担心，原来没有回放都不怕讲错话，赞，我直接被台币打爆，完了，我是课长，我的位置将被你们串走，我觉得害怕。但我的拖鞋卡住了，你知道有时候穿那种，就是这种室内拖啊，就是我在房间穿拖鞋，然后就有时候穿那个室内拖、啊，然后就是脚，因为我不知道是这个太大还是怎样，然后我就穿上，然后会突然这样子，就是脚会从那边冲出来，然后我就会跌倒，我不知道是这个拖鞋太口太大还是怎样，然后就是有时候穿着穿着走一走会突然踢到东西，然后我的脚就从那喷出来，然后我就会卡住，然后我脚就拔不出来。我刚才就这个状况，你知道吗？我脚刚才冲出来，然后在卡住，卡在这边，然后我就拔不出来，超傻眼。你不觉得拖鞋很丑吗？那是我妈选的，可是没办法，她已经买了，所以我只能穿回去。对啊，不然平时早上开追不到，前没有回放。用台币让伯乐开心，太大，对，真的是太大。我们还有一个拖鞋是大耳狗，可是那个是就是大耳狗，可是它是冬天穿的，因为它是毛拖鞋，现在穿太热了。哦，原来我平常大家没追到我直播，还去看我回放，大家真的人很好，开心。可以思考一下前三粉是什么样的礼物，你们会喜欢什么样的礼物啊？我现在能给的，我现在只想到画画，还有啥呢？平时真不太容易看，对、啊，因为大家都要上班上课啊。我这个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这个没有上学这段时间，就是过得太随性了，我觉得。我很怕我会
习惯不了上学后的生活，所以我现在想办法让自己忙一点，欺负课很多的大学生。我很怕我上大学以后时间会很满，就是会排课排满，因为听说大一进去不是课都会很多嘛，很多，所以我不想上早八。我高中的时候上早上课我都觉得很痛苦，就是早上都好早起来，痛苦要爆。个人想被画，对啊，而且我现在画技有进步，画大家应该会比较好一点，还是可以抽时间直播，是没错啦。可是我就要变成就是可能就不能那么晚开，应该也是八九点开吧。然后就是因为我要精致睡眠，不用选了。那大一早八很多 ，Oh my god， 最讨厌早八。你看我戴在头上，那是什么生无可恋的？那是卤蛋吗？很像一颗长毛的卤蛋，底下焦掉卤蛋，然后他的脸就是有一点睡着的感觉，生无可恋，无法，最有梗。我觉得母汤，这个有少点，舍不得让我解脱。好，加油！希望我能，希望你能早日解脱，脱离卤蛋时期。老师，这是到底什么东西？我真的觉得大家，我们 TV 画博还蛮多的嘛。没关系，大家的画画能力靠我们可以帮忙撑。我跟法法，大家可以帮忙撑。大二、大三、大四不想早八，所以都给大一，所以大家都会排在大一嘛，就是把课都排在学分都在大一上。我不知道，我有点不懂大学的运作方式，因为我当初不是读一般高中制，所以老师都不会跟我们谈大学的事情，所以我对大学其实有点知识没有那么的充足嘛，包括那什么学测啊、指考内容啊，那些都是我自己去安利的，我自己去读的，我自己去查网络，自己去查那些东西的。大学是必修之后选修自己安排，所以他会先帮你排好嘛，然后你再选修，然后再自己安排。哦，那就跟我们专三的课差不多。我应该在下面加注作者王一家，笑死。让他奶奶看到觉得母汤，让我重来一张。你的那个情德涂的母汤，不行，那个送的很恐怖。呜、哦，东西掉。我想要得到博音为我新画的头贴，哇，开心，也就是自己的画能够被大家认同的一天。待ってました。大一必选都是学校帮你排，原来那讲是哪个学校的、啊，哪个大学的、啊？系上会帮你排好必修，通识选修通识要自己去抢哦，那就跟专三差不多，因为我之前是读五专，然后我们那时候专三的课也都是就是必修以外，必修他们帮我排好以后，选修我们自己去那个。就是我们自己去，那怎么讲？自己去抢课哦。就是你看你喜欢哪一个，然后你就是等，他都是很早的时候开始抢，知道吗？他就是假日的八九点开始抢，还是暑假的八九点啊？忘记了，放假的八九点开始抢。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跟我表姐是同一所学校，所以我那时候都会叫他帮我抢。然后我就跟他讲好我要什么学校，然后我就开始睡到中午这样子，因为我真的很讨厌早起。我有目标来大学吗？暂时没有特别目标，我现在反而还不太确定自己的实际落点在哪，知道吗？我现在就是看哪一间学校的日文系之类，还是什么语文系的学校比较好之类，我就会先去考虑看，先衡量一下自己的实力落在哪。对，好恐怖，怎么那么多阳大人？阳明山上的学生是那个吗？文化吗？文化大学吗？难道我们是同学文化？对，可文化蛮大间的，我觉得文化不是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吗？
学姐好。哦，所以你是哪长的？你是哪长学弟吗？模拟考之类的弱点就是知道，可是我们学校就是我现在就没有学校帮我模拟考啊，我现在就只能自己写题库之类的，然后看自己的实力大概弱点在哪，去做线上测验好了。卑微的我，我现在在播 Lemon 哎、欸，我代替小千跟学姐问啊，小千也是，小千也是那个吗？小千也是文大的吗？认亲大会，怎么那么多文大生啊？你们，我有很多朋友也都读文大、欸，我很多认识的现役大学生，他们现在都是住，他们现在都是住在，他们读文化都自己租房子。我学测比我预期低了两级分，结果我还被夸，我觉得我被看不起。走在路上被小千认出来，好酷啊！被认清，文化宿舍不多、啊，真的假的？所以文化如果要报宿舍，真的很困难，是不是？我们学校就是我之前读的五专，就是他们的宿舍还蛮多的。然后我那时候一年级进去报宿舍，还有报成功，可是我明明是台北人。可是我住了几个月就受不了了，规定太多，自由灵魂表示受不了，我无法接受晚上无法出去这件事情，还要等到专四才能出去、欸，搞什么鬼？我直接像被监狱一样锁在里面。我们是自由灵魂，没错。欢迎 Kissing Strong Girls， 晚安。这边直接变你们认亲大会，我们在这讲文化学生聚会是不是？文化宿舍根本在管，大学宿舍就不再管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高一、高二、高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学校会规定，因为我们学校会有很多空堂，就是五专会有像大学一样的。就是它是像大学一样运作方式，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说，就是专三的时候开始选修之类的。然后就是我们的宿舍有规定说，或是空堂时间有规定说，专一到专三的学生不可以出校门，放学后也不行，就只能吃学校宿舍的东西，就是吃学校学生餐厅卖的东西，不可以出校门买吃晚餐。可是专四、专五的人就可以出去，可是通常警卫都没在管，所以我专三的时候，其实专二、专三的时候其实蛮常偷偷跑出去的。就是没课的时候，我其实偷偷跑出去回家睡觉过蛮多次的，管很严是没错，可是因为是高中的年纪啊，高中生没办法跑出去吧，就是别的高中也不能这样子啊，那又不能因为我们是五专就让我们跑出去，我读私立高中没管那么多。哦，真的吗？你是说宿舍吗？这样干嘛住宿？但我也不知道怎么住宿，我干嘛住宿？那时候就是觉得很脑洞大开，想住住看，然后就住几个月，几个月我就受不了了，我突然觉得还是自由适合我。但我的歌不见了。OK， 如果还能回家睡的话，你不知道我的空堂有超多的嘛？就是我那时候常会把我们班真的蛮幸运，就常会有课，就是几乎就是下午只有一节课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跑回家去休息。哦，我是没住宿啦。文化是语言科系超多的大学，他好像蛮多，他是不是还有什么俄罗斯文之类的？治疗牙齿哦，柏林。没事，我说刚刚的广告，你说刚刚那个苏酸定的广告，不行，我是黑人牙膏派的，我不能背叛我的朋友黑人牙膏。大家刷牙是什么派的呢？这是什么奇怪话题？跟你们聊得也蛮白痴。在两分钟我就要念榜了，我这样自己记得哦，我这样自己记得要念榜，还有两分钟我就要念榜了。
费事刷牙法是这样。我在问你们牙膏。我同事去韩国出差买黑人牙膏的伴手礼，超问号。台湾不是也买得到吗？海盐牙膏派，我也是黑人。对啊，你不觉得黑人牙膏比较就是基本款一点？我就很喜欢那种 sample 一点的这种。谢谢小爱送的掌声鼓励。捷星的牙刷，哦，我不会想要那种东西。我希望捷星不要再忘东西在我家，我真是受不了。我还没有还他吉他带，我最近一直没有时间见到他。今天去生日会，然后也没有办法遇到他。今天练习也遇不到，明天应该就遇得到了。明明我家也没有很远。我明天找他来我家一起开直播好了。他不说阿公送给他电动牙刷，我的意义不明。我宁愿阿公把那个换成现金。好听哦。牙刷牙膏竞标，好哇、啊、好哇、啊、我明天找他一起来开直播，然后来听他 report。 欸，他明天有没有直播啊？我看一下。哦，有欸，他明天晚上，他是明天晚上九点半，那没关系，我明天是下午，所以我明天应该可以找他一起来。反正他都很喜欢来我家，我只要邀请他，应该都会来吧。我等下马上约一波，没有成功我就哭一波，直接被甩掉。对啊，最近没什么看到他的时间。布丁不像十四，布丁一直都不像十四啊！人家哦，才踢到了，人家布丁是美人。谢谢小爱的 love you， 又新的小儿子啊，好可爱哟、哦！突然想吃布丁了，你是什么想吃哪一个布丁？母汤哦。现在我在看到布丁。韩寒布丁诗雅，楼下，你是说场地楼下吗？好，收一下笔，好冷哦，这房间。我也突然好想吃布丁了，母汤，不是，是真的布丁，真的布丁，好哦，我相信你的答案。然后没表表就走了，没关系，免费看到一下，一会儿听到什么，有人说想吃布丁啦。布丁当然不是14啊，在一分钟就15了。欸，那我要不要抢在 我第一个跟他说生日快乐，我在第一个跟他说生日快乐的东西下，我先去准备打字。好，我准备好了，我打马上传送给他。欸，会不会来不及念？哦，那我先念好了。今天的第一名，谢谢手滑哥，手滑哥第一名，谢谢手滑哥，耶！第二名，谢谢拿奖，耶！第三名，谢谢 Loli， 耶！第四名，谢谢小爱，第五名，谢谢老沙，第六名，谢谢纪国树，第七名，谢谢就是不想被念名字，第八名，谢谢。蔡亚马逊丛林，第九名谢谢博婷，然后第十名谢谢嘉阳，耶、yeah! ！对，我很怕我会，我要跟子欣抢，子萱抢，我要快。我明明就不是他的 best friend， 然后结果我要比他的 best friend 还要早，跟他说生日快乐，摇晃镜头，好紧张哦！我要抢头像，哎，可以了。第一名，我一定是第一名。我第一名，我已经讲了。刚刚我马上跳出去，然后按送出，我传个贴图给他。第一名升官了，明天子萱要 QQ，
看我就是这么恶魔，拆散人家 CP。第一名，耶嘿！然后小杨说：“祝你早日升任正式成员。”你们真的很坏，笑死！祝你早日升格。没有，我被他反过来讲，我才祝你早日升格嘞。我姐几号玩发礼物？我氪金，下礼拜啊！你可爱，你们真的很学得很像。下礼拜晚上，前天晚上的直播啊！我来看一下，要抢。我要跟子轩告状，说你丢下礼物去打字，我没有。厉害的，要跟子要抢子轩头像，但我已经抢到了。我跟你讲，可是他还没回我，可是别人先跟他讲了。我们的布丁，恭喜今天开始也可以参加直播了，喂！我们的直播的人又多了几个，现在剩几个人不能直播啊？剩晨晨跟瑞婷吗？剩这两个吗？不会因为头像把我抛下，我有记得念礼物。欸，我有记得念礼物，我刚刚有念。你看在子轩 IG 哦。结果子轩跟布丁通电话，欸，真的假的？所以我还是输了嘛，可恶。也是啊，他们这时间，这时间睡觉吗？太早了吧。不然课长不要撞到布丁，这样我好跟。欸，我也很难不撞到他们，我有时候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开。还有果果，果果，果果已经15了吧？现在活动中，然后还没有办法直播的成员应该剩两个，剩两个吗？是吗？瑞婷跟晨晨，柏林之前跟羽毛撞，我整个被撕裂，长得好恐怖啊！子轩是发文吗？现在晨晨瑞婷都要上他们两个，瑞婷还有很久，瑞婷好像是七月生日还是八月，是不是？好好的是年尾，大家的团宠，晨晨就要再等一个，晨晨要等比较久，晨晨要等年起跳的。我灵魂现在已经被撕成四块了，你可以当专属我的推，所以你就不用被撕裂了。我曾经一次五个，八月啊，哦，好吧，对不起瑞婷 ，sorry 瑞婷。我反而记小晴的生日嘛，没有记到瑞婷的。对啊，感觉子轩一定会发文的，不然我就没有氪金了。氪起来，我们氪金灵魂，耶！你不记得瑞婷会难过，然后他也不记得我咬舌头，好痛。他也不记得我的生日啊，他记得几月，他没有记得几号。课长，我要我单推，对啊，单推课长。晨晨专真的很省钱，只要买神鞋。对啊，他现在也不能开直播，就没有办法设一堆礼物给他。咚哒咚哒咚哒哒咚。最近听到音乐想跳舞。子轩已经发文了，开头还打重要重要，好吧，我的气势直接输。果然我是敌不过真朋友的。好尊哦，这段友情真是太尊贵了。子轩布丁还是大家吃布丁子轩呢？我个人是比较偏向子轩布丁。射火箭啊，射礼物，敌不过真爱。对啊，晨晨 Love Me 直播风格就好成熟，他比较网美风吧？你看他拍照风格就知道他很会拍照。我十二岁在干嘛？快，大家，紫萱布丁还是布丁紫萱派，在直播最后一分钟，可以来争一下宗教。紫萱布丁还是布丁紫萱，晨晨会欺负豆皮，那是豆皮的问题吧？怎么可以弱小到被晨晨欺负？直接在自己 IG 宣誓主权，但我直接输欸。音乐先关起来。
药语啦，不要突然跳脱 CP。我们现在在讲紫萱布丁跟布丁紫萱，我吃紫萱布丁，紫萱感觉很总攻的感觉啊。宣誓，对啊，你看他发完宣誓主权呢、欸，根本就是非常的一个攻布丁紫萱。你看你有人就会故意跟我唱反调，你看你史农故意跟我唱反调，他吃布丁紫萱，不行，紫萱布丁才是真爱，哈哈，墨镜戴了吧。我直接戴起来，好，现在是我也没有墨镜，真难过。直接可以在你面前横着走，为什么横着走？不是螃蟹，生啊，哦、笑死！哎、欸，然后他们常常把我铃打错嘛，就是我同学都会把我的铃打成双木铃，然后还有山林的铃，就是山林的铃我还可以接受，可是双木铃根本就是注音不对的问题，你知道吗？我不是闪电，嗯，对，还有那个年龄的铃，我真的觉得不行。是柏林啦，林啦，柏林围墙，紫萱是帅的攻，我觉得紫萱是比较 S 一点的倾向，他比较带领一点的感觉，然后布丁就是紫萱比较，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他们今天演一部戏剧，演一部我们今天演一部话剧，然后有王子跟公主的角色，其实紫萱就是适合演王子，然后布丁感觉就是演公主，你知道吗？感觉就是这样子。在两个都是女生的前提下要演这种角色的话，就是感觉是紫萱比较适合演王子，然后布丁就是演公主这种角色，非常的一个适合。小时候还读过，原来大家小时候就认识我了，在书上，好感动哦。你感觉比较像瘦的感觉，我不是瘦，我是总攻好吗？我是大总攻。布丁外表成熟，其实柔弱，都还蛮柔弱的、啊。但他们身高，他们有点身高差哦，好萌哦！不然我明天又可以去萌他们了，耶、yeah, ！你们不行，我可以。好，差不多播到这边。我们明天下午还有一个小时，三点半到四点半。但我是大总攻哎、欸，我是大总攻，不要抢。明天下午三点半到四点半可以来就来，不能来就 so sad， 我们就怀不能来我们就怀念他，耶、yeah!。所以你要发 CP 照片吗？换桌布，可以啊。不要一直现啊，哼哼。在外面，我要来寻找我的soul了，我要来寻找我的 CP 对象，然后我要来卖腐嘛，是这样念吗？只是感觉卖腐好像是蛮有市场的，所以我要来找我的 CP 对象，从明天开始找。看到到八岁就变瘦了，我会被他那个吗？像我打游戏常常被他 gank。你要解析的 CP 吗？为什么我们两个会变成 CP？ 这是有奇怪的现象。好啦，知道这样，拜拜。哦啊啊！六三才来，我们明天要结束了。不过剪个科技吧，这是什么恐怖的？贴灯笼爪吗？我们怀念他们。大家晚安，我们明天再继续。晚安，拜拜。我要睡觉了。姑奶突然，对啊，你们都是这种时间来。晚安。明天下午三点半到四点半还可以来看我哟，就这样子，拜拜。我非常突然一个很 rap， 拜拜。